梦回潮啊，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普，咱们来看一个进会的单挑赛啊。观战方的话是进会排名数一数二的一个魔王战哈，对面的话是一个咒术普陀，对面的一个咒术普陀，说实话哈，这个阿弟经常见哈，也是挺强的一个咒术普陀，但是咒术普陀打魔王战的话，咱说实话，赢的一个机会不大哈，因为魔王这个对一个法系而言呢，魔王对这种是吧？咒术普陀天生的一个克制哈，咒术普陀的一个物抗非常高，但是他的一个哎呦我操，这个连秒三下摇头摆尾，对面的宝宝是直接神掉了，现在紧箍咒挂上了啊！现在观战方只需要做的就是把场上的局势给稳住。对面一手深似菩提，我的天！观战方得小心哈，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被弹倒。你这个突然来一手深似菩提，说实话还有点贱哈。但是观战方也是巧了是吧？没有用法术技能去秒他。这样的话观战方这两回合是没有秒哈，对战方也是缓解了一个压力。这个虽然深似菩提感觉我有的时候非常好用哈，观战方一把风云变色伤害是吧，非常的暴力，对战方一把电沧海直接秒了2300，打的都是内伤哈，注意一下。观战方没有带七宝吗？这个无魂不得两三回合了。对战方继续的再来电沧海，这样的话观战方有点扛不住。但是其实也不要怕哈，因为观战方场上是有一个孩子的一个存在，而且咒术，我的天哪，单烧6000，继续摇。我的天哪，摇三次。这个咒术普陀感觉唯一的一点劣势就是他对于一个轻宝宝的能力不是很强，也就是说轻宝宝太慢啊，他没有一个群体的一个什么输出。哎呦，观战方的163直接被打了出来，这样的话观战方有点运气也是有点好是吧，仗着这一把163直接反手来了一个秒，你看无限摇，一把板砖直接扣了对面5000血哈，直接被弹死了，我的天！这样的话，对战方的一个孩子是成功的把观战方的一个速度给卡住了，这样的话观战方必须得换一个龙龟啦。其实对战方中了一个高毒哈，高毒和一个这个摇头摆尾的一个紧，也类似于一个紧箍咒的一个技能是吧，每回合也会掉不少的血。
现在打到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这个宙斯普陀对于一个清场的一个能力他并不强啊。现在宙斯普陀已经完全的把局势给稳住了是吧，但是他清不掉观战方的两只宝宝，就导致观战方的这个宝宝一直在点拉自己，点拉自己之后吧是吧，就打这种尸体战，对战方也是没有办法啊。你看对战方就是拿不掉观战方的这两个点拉的一个宝宝，观战方的一个宝宝一下把对面的一个孩子是喷飞，这样的话观战方的一个场上的一个宝宝也起来了，对战方其实是很难打的，不要看现在对战方把观战方给控得死死的，其实对战方很难打。观战方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哈，你看一把群体的 AOE 伤害，继续摇，再来一把三位真火，观战方继续摇，这个摇头摆尾真是一个单挑的一个神技呀、啊！继续生死菩提，看一看这把生死菩提会不会给观战方带来一些压力哈，继续摇，直接是把自己弹死是吧，直接把自己弹倒了，我的天，对战方直接出杀人的一个宝宝，哎呦，继续摇吗？你继续摇的话，你看出这种反弹，哎呦，观战方有点扛不住了呀。好在观战方的一个宝宝是都起来了哈，观战方起牛劲，牛劲有一个感知的一个效果，对战方很难打了，对战方已经没有宝宝了，对战方这一把应该是输了哈，魔王在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一个优势哈，一直在清一个宝宝，哎呦来了一把炉子，这样的话对面肯定是没了哈，这个炉子说实话很 bug，
哦，对面有一个普渡众生，这样的话可以抵消一个炉子的一个降血哈。哎呦我的天哪，这伤害！对面应该是直接认输了哈。